因为波妞是他小时候很喜欢黏着小龙嘛，就很喜欢，然后会扒在他身上啊玩啊。然后有一天我们就问他说，那我们就看爱上波妞，然后里面不是中介嘛，我们就说，哎，那波妞你的中介是谁？他就说小龙哥哥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那小龙哥哥就是你的中介。但是小龙哥哥现在正值青少年时期，然后想说你哪位啊？为什么我要当你的中介？可是还好，就是小龙是一个非常 nice 的暖男，就会很照顾妹妹，然后会跟他一起玩。小龙当然 OK 啊，他是很棒哎，他电动打得很好哎，而且他逻辑超好，很会聊天。小龙是波妞自己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一年前自己脱口而出的，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改变。不过我看他们玩在一起还是玩得很好。